回去，就让我父母后悔的提亲。等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，就是我来灵族迎娶你的时候。只是一场梦，为何会如此的真实？林美人，昨晚陛下可曾来过？昨晚陛下的确来过，可惜您睡下了。他果然来过。陛下传林美人醒后去寝宫觐见，奴婢这就给您梳妆打扮。究竟看没看见？母后，当年大战中害您丧命的朔夜公主，儿臣找到了，儿臣始终不明白当年他为何会对您下此毒手，如今儿臣定会为您查明真相，以为母后在天之灵。臣妾参见陛下。过来坐。林美人身上的伤可好些？谢陛下关心，臣妾已无大碍。怎会如此不小心？幸好昨晚的药膏还有剩余。区区小伤，臣妾自行处理即可。朕的药可是万金难买的灵药，昨晚若不是用了此药，怎么会？昨晚陛下看见臣妾。该如何处罚呢？臣妾，昨晚朕看见林美人倒在冰冷的地上，朕心疼了许久。如果再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朕可真的要罚你了。陛下故意吓臣妾。来看看朕的画作如何。陛下为何将臣妾画成这样？不知为何，朕的梦中总是出现此人的样子。朔夜，你好像真的忘了过去，连朕也忘了吗？难道穆宣爵曾经认识我？
还是说他识破了我的身份？不会，如果他识破我是林族，没有理由不杀我。 这可是换族极其珍贵的灵丹，要献给陛下的，却被你故意撞坏。说，你故意毁坏灵丹，是何居心？御驾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要面见陛下，相信陛下自有决断。休想抬出陛下吓唬我。陛下连我们换妃娘娘。 都要礼让三分。雪王，如此为难一个弱女子，这就是你们幻族女将手下所为吗？雪王冰剑。 他怎么在这儿？如此热闹，朕是错过了什么吗？回去转告幻妃。 管好他手下的人，不要动不该动的人。滚！陛下。 冰剑，少爷，你到底为什么在人族的皇宫？知不知道这里很危险？ 我知道的，但是我必须留在宫中。留在这儿，当人族皇帝的妃子吗？不是的，我能够感知阿帝被困在宫中，我要救他。六年前，你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我不希望你再陷入危险的地步。你告诉我。 六年前，人族是怎么攻入灵族圣地的？那场大战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。是我轻信了穆宣君，导致灵族圣地入口暴露。
我是罪人，我要杀了穆玄觉，为族人报仇。你别拦我，让我去那儿，让我亲手将他碎尸万段。我会帮你把这段记忆封印，忘记痛苦。希望你以后能好好活着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有人自重成功，快点走！你快走，记住，千万不要相信穆玄觉，他在这宫中是最危险的人。真失去了六年前的全部记忆。是，属下亲耳听到他与雪王的谈话。难怪把朕忘了，却没忘了那个冰剑。他们二人的关系似乎十分亲密。所谓青梅竹马罢了。凌美人，今晚这是去哪儿了？陛下，臣妾今晚睡不着，来后花园里逛逛。追！朕刚好也睡不着。你可知自己身份？臣妾当然知道，只是不知臣妾哪里惹陛下不悦。你是朕的女人，你给我永远记住这个身份。是，臣妾谨记。既然如此，朕倒要看看你如何取悦朕。臣妾为陛下宽衣。
如果你帮哀家完成此事，那哀家就放了你及你的族人。在下愿为太后效劳。救命！饶了我吧！过来，嬷嬷，饶了我吧！嬷嬷，住手！灵芝姐姐，过来。哟，这不是刚刚荣升便失宠的灵美人吗？嬷嬷，我不想为难于你。青燕我这就带走了，从今往后她将归属听寒宫。这后宫一切事务均由幻妃娘娘掌管，由不得你这个小小的美人，何况还是个失宠的美人。放肆！别忘了，我是主，你是仆。哼，之前风光正盛的安美人不也香消玉殒了吗？这后宫就是如此残酷，你没有任何权利，谁也救不了。是啊，我没有权势，我救不了青燕，更救不了阿弟和族人，所以我必须。陛下，臣妾知错了，陛下可否原谅臣妾？你可知你错在何处？臣妾不该忤逆陛下。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。只要陛下消气，臣妾可以付出一切代价。坏了朕品酒的心情，给朕滚！我要杀了你！灵芝，灵芝，灵芝！为了重获你的信任，我只能以命相搏。
要杀了御医，宫中还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能让陛下如此在意。那我倒要看看这条小命他还想不想要。陛下，陛下，林美人脱险了。火族使节始终不肯指认幕后指使，今日竟在狱中畏罪自杀了。孙太后手中握着火族那么多条人命，她怎么可能会供出幕后之人？孙太后这些年真是不放过任何置陛下于死地的机会。她要堵住众臣之口，拥立他为王，不敢亲手杀朕，反倒给了朕机会。陛下为救世灵美人，似乎方寸大乱，陛下是否对他余情未了？多嘴。恭喜娘娘，听说昨日陛下为救娘娘性命都对御医拔了剑呢，陛下可从没对其他妃子如此紧张过。你先退下吧，我自己服药。是，那奴婢告退。这药里不会又有什么陷阱吧？陛下，好大的胆子，竟然私自倒掉御赐的药。臣妾曾经被人下毒药险些丧命，心中难免会有阴影。你怕朕赐的药里面有毒？臣妾不敢。
陛下，何事如此惊慌？灵美人被幻妃召见去了寝宫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幻妃娘娘召见臣妾，所为何事？ 你的命还真硬啊！谢皇妃娘娘关心，臣妾已无大碍。你这种出身低贱的女人，没了陛下的宠爱，又能在这后宫活多久？既然是注定惨败的结局，不如就停在这里吧。 臣妾有一事不知，幻妃娘娘这么多年在宫中铲除异己，可否换得陛下的宠爱？像你这种卑贱的女人！ 本宫见得多了，无非就是有几分廉价的姿色。有什么资格跟本宫斗？告诉你，这个后宫就是本宫的战场，本宫绝不允许有人侵犯。臣妾怕是要让娘娘失望了。自从她入这个战场，无论对手是谁， 臣妾定会拼杀到底。你，灵芝啊，你为了救穆宣爵，不惜豁出性命，你不会是爱上他了吧？ 在这个宫中，何来情爱之谈？我与陛下不过是君臣关系罢了。还算你有几分清醒。娘娘今日的教诲，臣妾铭记在心，先行告退了。 那就别怪本宫心狠手辣了。臣妾恭候娘娘指教。灵美人，这些衣物都清洗好了。 奴婢先替你放到箱子里吧。嗯。等等，你是谁啊？我怎么没有见过你？我是刚调配过来的宫女。 负责灵美人宫内杂物，年纪这么小就入宫，一定很辛苦吧？灵美人，你呢？一介女奴，刚刚晋升就得到陛下的尊宠，一定很得意吧？幻妃娘娘到。幻妃娘娘，本宫丢失宝物。 怀疑被宫人所盗，就先从灵美人的宫中搜查一下吧。是。住手！这些物品
都是陛下所赐，你们随意打造，就不怕陛下治罪吗？若是找到了本宫的宝物，该治罪的就不是别人了。启禀皇妃娘娘，找到赃物就藏在灵美人的衣箱中。灵美人，这些衣物都清洗好了，奴婢先替你放到箱子里吧。该死，我太轻敌了。这是宦族贵族恭贺联姻的贺礼，怎么跑到灵美人的柜子里了？灵美人偷窃重礼，处以断手之刑。娘娘栽赃后又施加极刑，就不怕事后被追究吗？栽赃？这赃物就是在你衣柜中发现的，所有的宫女都可以做见证，就算是尊太后也无法追究。至于陛下，那男人小心翼翼在尊太后手下活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会为了你一个小小女奴得罪我这个宦族女将？陛下，灵美人的宫女求见。求陛下快去救救灵美人吧，皇妃娘娘要对灵美人动重刑。朕知道了。拜见陛下。朕，你也敢下重手？陛下真是出人意料，为了一个贱奴亲自赶来。这么多年，臣妾始终搞不明白，陛下如此聪明之人，宁愿为了卑贱的女奴花费心思，甚至为了女奴挺身而出，却始终不愿意接受臣妾的好意。你可以叫我萨尼。宦族一直被尊太后的大军威胁，陛下也被尊太后的权威压制。既然你我已经成婚，更应该考虑结盟。
只要你我联手，定能将他。闭嘴！就算不结盟，你也不必在后宫加害朕喜爱之人。别以你我相称，在朕的面前，你始终是废妾。三番五次谄媚我，不过就是想要权力。不结盟，便为敌。幻族的婢女听令。去砍下那盗贼的双手，这个后宫没有本宫除不掉的女人。放肆！谁敢加害朕的人，就要做好受死的准备。我劝陛下不要因小失大。你也太自大了。陛下不可，娘娘是幻族女将，维系着两族邦交。穆宣爵，你杀我试试看，你看看尊太后能不能用这个理由直接将你废黜。林美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请陛下息怒。如果砍去臣妾的一双手，能够换取幻族的势力削减，也是很值得的。整个后宫的嫔妃对幻妃娘娘一直敢怒不敢言。今日娘娘如此草率地夺去了臣妾的双手，明日后宫嫔妃定会届时群起讨伐。你在说什么鬼话？这个后宫哪有嫔妃压得住我？尊太后最近正因政务迁怒于幻族，如果此时她抓住任何把柄，她会如何？也许有人早就迫不及待想要臣妾的性命，给幻妃娘娘致命一击。无需跟他多言。你受伤了？穆宣爵，你明知我在幻族是什么身份，舍弃我这样的盟友，你再不滚回去，朕就要追究你栽赃陷害的罪名。